我是猫奴。内有饿猫。内有饿猫。肚子饿的饿。我的猫每天都很饿啊。蔡香是灰色的，阿才是黄色的，这是有点像那种居酒屋哎。对啊，就大台。那觉得这个有趣，就把它留下来。我觉得很好哎。这几年哈，我们每次来高雄都觉得越来越热闹哈。不仅是演唱活动一个接一个办，也有越来越多的景点，有传统的，有未来的，让高雄每一天都不一样，让年轻人攻占高雄，跟我们的阿姨阿伯们一起来创造我们下一个时代不一样的高雄。